代男女来报道。他有电眼，对不对？我想要被他电一下眼睛。哦，大家都觉得我是渣男，因为我是射手座。哦，射手座真的渣男。长得坏。今天蛮配的，因为我穿衬衫。没有，天塌下来我可以帮你顶着。如果不会游泳，我可以当你的专属教练。太刺到了眼睛，太刺到了眼睛。今晚9点，同学来了。